啊，先玩一个动作手游。好帅。哟，这是我们的镜。咱就过关了。嗯嗯。好，然后就这样子弄，开本，进去关卡这样，好，战斗角色了，遇到升级教学，渣渣对峙，渣渣继续过来关卡一只啊，嗯。这种通关手游给你们分参考一下。哎，水仙可以放两只，然后下面做个2倍速啊。对哈，我都忘记放进了。这被电了呢。OK。